狗狗可以吃皮蛋，但是建议不要吃。由于皮蛋中含有大量的盐分，狗狗对盐分的代谢能力差，如果摄入量过多，会对狗狗的肾脏造成伤害。皮蛋中含有重金属铅，狗狗的肠胃比较脆弱，一点点的铅兜可能造成狗狗肠胃不适、拉稀、腹泻、呕吐、发烧、精神不好、食欲不振等症状，严重的话可能会铅中毒。如果主人给狗狗吃了太多的皮蛋的话，狗狗出现异常，可以先给狗狗催吐，给狗狗灌服一些牛奶、豆浆等保护胃黏膜。情况严重的话，建议立即带狗狗去医院催吐。主人可以给狗狗吃水煮蛋，一天一个就可以，最好不要给狗狗吃皮蛋，对狗狗的身体健康没有好处。